大家好，今天江师傅带大家伙儿看一下我的店。要不然逛两天这趟再过来再跑一趟。对。你住哪一块？我住釜山区。哎，你住釜山，这不离这个店近吗？不是，我一开始是打算去黄山那个店的，这个。他打电话说是来这边吗？哦，那个师傅休班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嗯。啊，你一开始没看见这个地儿？没有，因为可能是，我一搜，好像是不到6公里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离这个地儿应该近，我感觉。嗯。你釜山哪一块？釜山那个地方怎么说？就是那个北京南路，靠北京南路那块儿。哦。嗯，买车那一块儿。嗯，